主，让我张开眼睛仰望你脸上荣光。主，如若我今天会失明，仍望见你救恩的盼望。主，让我轻轻唱出颂赞声，快乐高歌。如若我今天开始唱不到，唯有你听我心祷告。耶稣，耶稣，你必不撇下我，每日有你在旁，我有勇气面对苦楚。耶稣，耶稣，求你与我同在，你像你刚安慰我。主，让我张开眼睛仰望你脸上荣光。主，如若我今天会失明，仍望见你救恩的盼望。主，让我轻轻唱出颂赞声，快乐高歌。让我今天开始唱不到，唯有你听我心祷告。耶稣，耶稣，你必不撇下我，每日有你在旁，我有勇气面对苦楚。耶稣，耶稣，求你与我同在，你像你刚安慰我。亲爱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杖，我们的杆，我们所依靠的主。主啊，求你的灵就继续的带领我们行前面人生的路。多谢你在一个早晨，我们再一次来投靠你，亲近你。奉耶稣基督得胜有复活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牧师师母早晨。诗篇123篇1-4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
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天父阿爸，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仆人的眼睛怎样去望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亦都是怎样去望主母的手。天父上帝，你就是我们的主人，你就是我们的主母。即使我们眼目失明，即使我们面前一片黑暗，看不见前路，我们仍然专心仰望我们天父上帝而来的拯救，你给我们的盼望和救恩。即使我们不能够发出歌声去赞美我们的天上君王，我们知道你仍然去听见我们心里面的呼求。主耶和华，我们愿意好像诗人一样，我们去朝见你，我们去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从你而来有怜悯，从你而来有拯救和安慰。天父上帝，我们愿意就好像一个谦卑的仆人，谦卑的使女，等候你，仰望我们在天上坐着为王的主。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就来到你面前，我们举目看天，在天上坐住那个时刻去到眷顾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多谢你，赞美你，敬拜你，愿意你接纳你众仆人众使女对你的仰望和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和华的名，阿们。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讲：人子啊，你要话俾你嘅同胞，我若使战争降临某地，嗰、那个地方嘅百姓就应该选一个人做守望者。守望者发现敌人嚟到攻打，就吹号警告百姓。凡听见号声而唔接受警告嘅，敌人嚟到将佢杀咗啦。这个流血的罪就要由他自己承担，因为他听见号声却不接受警告，他的死是咎由自取。他若果是接受警告，就不至于死了。但是如果守望者看见敌人来攻打他，而不吹号警告百姓，以致有人被敌人杀了，那个人固然是因为自己的罪恶而被杀，我却是要向这个守望者追讨那个人被杀的血债。人子啊，现在我立你为以色列人的守望者，你要听我的信息，待我警告他们。如果我说恶人必定要死，你却不警告他离开罪恶的行径，他必定因自己的罪而死，我却是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血债。如果你警告恶人离开罪恶的行径，他却不听，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死，他的死与你无关。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说我们背负过犯和罪恶，正因为这样而灭亡，我们怎样能够存活下去呢？你要跟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凭我的永恒起誓，我绝不会喜欢恶人死亡，我更加愿意恶人改邪归正，得以存活。以色列人啊，回头吧，回头吧，改邪归正吧，何必自取灭亡呢？人子啊，你要对你的同胞讲，当义人犯罪的时候，他以往的义救不到他；当恶人悔改的时候，他以往的恶不会使他灭没。义人若果犯罪，他以往的义不能够使他存活。我虽然对义人讲他必定能够存活，但是如果他仗着自己的义而犯罪，他的义将不会被纪念，他必定因犯罪而死亡，
我虽然对恶人讲佢必定要死，但系佢若果改邪归正，行事公正仁义，偿还抵押，归还贼物，遵行生命嘅律例，唔再犯罪，就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佢犯嘅罪亦都唔会被追究，因为佢行事公正仁义，所以必定得到存活。你嘅同胞却话，主这样做是不公平，其实是他们自己行事不公，义人离义行恶，必因为恶行而死亡，恶人离恶行义，必因义行而存活。但是你们却说，主这样做不公平。以色列人啊，我必按你们各人的行为审判你们。在我们被掳之后第十二年十月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出来对我说，城已经沦陷了。逃难的人来的前一晚，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了我的口。当那个人早上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就开了口，不再沉默。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那些住在以色列废墟里面的人说，亚伯拉罕一人尚且能够拥有这一片的土地，我们这么多人更加能够拥有这片土地为业。但是你要告诉他们听，主耶和华这样说，你们吃带血的肉，仰赖偶像，又杀人流血，怎能够拥有这片土地呢？你们靠刀剑行那些可憎的事，个个玷污别人的妻子，你们又怎能够拥有这片土地呢？你要告诉他们听，主耶和华这样说，我凭我的永恒起誓，那些住在废墟里面的必死于刀下，逃到田野的必被野兽吞吃，躲进堡垒和洞穴的必死于瘟疫。我要使这片土地荒凉不堪，使他所夸耀的势力消逝。以色列的山必荒凉，鸟无人迹，因为他们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我必使这个地方荒凉不堪。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的同胞在墙边和门口彼此议论你说，你听听耶和华要拒传什么的讯息。他们随着人群来到你面前，坐在这里聆听你的话，俨然好像我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是付诸实行，嘴里面说的是甜言蜜语，心里面却是追求不义的财物。他们只听不做，你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擅唱情歌，长于弹奏乐器的人。看下，我所讲的必定来到应验，当一切应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先知在他们当中。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你要这样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主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牧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只是顾喂养自己，牧人岂不应该照顾羊群吗？但是你们只顾食羊的脂肪，穿羊毛衣，宰杀肥羊，却不照顾羊群。你们没有养壮瘦弱的，没有医治生病的，没有包扎受伤的，没有领回走散的，没有寻找迷失的。你们反而以暴力暴来到管辖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流离失散，成为了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群山和高岗上游荡，分散在各个的地方，没有人寻找他们。所以你们这些牧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凭我的永恒起誓，我必惩罚你们，因为我的羊没有牧人，以致沦为所有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去寻找我的羊，他们只是喂养自己，不去喂养我的羊。你们这些牧人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要攻击这些牧人，
从他们手中讨回我的羊，不再让他们牧放羊群，使他们无法再喂养自己。我要从他们口中夺回我的羊，不再让羊成为他们的食物。主耶和华说，看下，我要亲自寻找我的羊，找到他们。牧人怎样来到寻找他四散的羊，我亦都照样寻找我的羊。他们在密云幽暗的日子失散到各地，我要将他们从那里救回来。我要将他们从各国各族中领出来，带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土。我要在以色列的山岗上、溪水旁和境内的草场上牧养他们。我要在街尾的草场上牧养他们。以色列的山岭必定成为他们的草场，他们要在街尾的草场上安卧，在以色列山岭的肥美草场上食草。主耶和华说，我要亲自喂养我的羊，让他们得到安歇。我要寻找迷失的，领回分散的，包扎受伤的，医治患病的，但我要消灭肥壮的，我要凭公义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至于你们，主耶和华这样说，我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在公绵羊和公山羊之间进行审判。你们肥壮的羊在茂盛的草场上食还食不够吗？你们非要用蹄子践踏食剩的草吗？你们饮清水还是不够吗？你们非要用蹄子搅匀剩下的水吗？我其余的羊只是得吃你们践踏的草，饮你们搅到混浊的水。所以主耶和华对他们说，看下，我要亲自在肥羊和瘦羊之间施行审判。你们肥羊用胁和肩贡，用角底受虐的，使他们四散。因为这样，我要拯救我的羊，使他们不再成为猎物。我要在羊与羊之间施行审判。我要立我的仆人大卫做他们的牧人，他将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上帝，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当中做王。这个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同他们立平安的约，除去地上的恶兽，让他们在旷野安营，在丛林安睡。我要赐福他们，也都要赐福我圣山上的周围。我要按季节降雨给他们，使恩福如雨降下。田间的树木必定结果子，土地必长出庄稼。他们要在故乡安居，我要截断他们所负的轭，从奴役他们的人手中将他们拯救出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定不再成为列国的猎物，也都不会被地上的野兽吞吃。他们必安居乐业，不再受人惊吓。我要将沃土赐给他们，使他们不再受饥荒的苦，也都不再受各国的侮辱。这样以色列人就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是我的子民。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是我草场上的羊，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上帝。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亲爱主，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你的说话，你叫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你叫以西结成为以色列人的守望者。守望者的角色就是要将那些的公义来到去显明，见到人的犯错，见到人的跌倒，要来到去指出。若果他们来到听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帮助，是被挽回被拯救。若果他们不听，结果都是临到他们的身上。至于守望者，他们的角色就是要来到尽忠。若果他不尽忠的时候，责任都是在他的身上。但是当他尽忠的时候，一切结果上帝你自己会来到去负责和会处理。上帝你亦都告诉以色列人，
那些曾经是有义恨的人，但是他却是犯罪远离你，不去回转的时候，他的义恨也不能够拯救自己。相反，那些是曾经犯罪跌倒的人，若果他们愿意回转，诚心的跟随你，神你都是愿意来到接纳和听。上帝啊，你也都讲到以色列的牧者牧人，他们没有来到牧养主你的羊群，反而来到去利用他们，反而来到去歼灭他们。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你要自己亲自成为那位的牧人，亲自来到牧养你的羊群。主啊，这一切一切你都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牧者，我们有的角色，不论是我们要做守望者，不论要或者我们是跌倒的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悔改者，又或者我们是做牧人的，我们都要警醒。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你给众人的角色，众人的位份，若果我们不去持守的时候，神你自己也都会追讨我们。相反，若果我们尽忠来到做，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去做我们的角色，神你自己就会来到去负责，叫我们不需要担心有任何的后果。主啊，今天我们都为到众弟兄姊妹守望，主，我们愿意成为守望者，为到身边的弟兄姊妹，主，我们不要因为见到对方有跌倒，见到对方有行得不好的时候，因为说要用爱去包容而不来到指出。神啊，因为你说到守望者都有一个的责任。主啊，亦都你提醒我们，我们弟兄姊妹，若说我们以往是有义恨的，但是我们跌倒的，你都叫我们要回转。你亦都叫我们曾经跌倒的弟兄姊妹，我们及早把握你的救恩，你的怜悯的时候，就算是那些远离你的人，都能够再一次在你的恩典里面蒙恩获救。主啊，就求你叫我们各人在我们个人身份上，我们好好来到去发挥上帝你给我们的位份，不需要害怕，不需要惧怕，求你就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去尽到我们的位份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阿们。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你们要继续彼此相爱，情同手足，不要忘记款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人接待客旅那时，不经意这样接待了天使。要切身处地这样顾念那些被囚禁的人，要感同身受这样顾念那些遭遇苦难的人。人人都要尊重婚姻，不可以玷污夫妻关系，因为上帝必定会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不要贪爱钱财，要对自己拥有的知足，因为上帝讲过，我永远不会撇低你，亦都不会离弃你。这样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必定不惧怕，人能将我怎样呢？你们要记住从前带领你们将上帝的道传给你们的人，留心观察他们一生怎样行事为人，效法他们的信心。耶稣基督以前、现在、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你们不要被五花八门的异端邪说勾引了去，因为心中得到力量是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饮食上的礼仪。这些礼仪也都从未使到遵守的人受益。我们有一座祭坛，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圣幕里面工作的人没权利吃的。大祭司将祭牲的血带进了圣所作为赎罪祭献上，而祭牲的身体则在营外烧掉。同样，耶稣亦都在城门外受难，为要用这个血使到他的子民圣洁。所以让我们亦都走出营外去他那里，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吧。我们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城，我们寻求的是那个将来的城。让我们靠住基督，常常开口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个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
唔好忘记行善同帮补别人，因为咁样嘅祭系上帝所喜悦嘅。要顺服引导你哋嘅人，因为佢哋为你哋嘅灵魂时刻警醒，将来要同上帝交账。你哋要听从佢哋，使到佢哋满心喜乐咁尽呢个责任，以致唔去忧愁，否则对你哋毫无益处。请为我哋祈祷，因为我哋自信良心无愧，凡事都愿意遵行正道。亦都请你哋特别为我祈祷，使到我能够早日翻到你哋嗰度。愿赐平安嘅上帝就系嗰位凭住立永恒之约嘅血使到群羊嘅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嘅上帝，喺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哋，好使你哋遵行佢嘅旨意，同藉住主耶稣喺你哋心中动工，使到你哋做佢喜悦嘅事。愿荣耀归俾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姊妹，我简短咁写信俾你哋，希望你哋听到我劝勉嘅话，嚟知道我哋嘅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咗。如果佢及时嚟到，我会同佢一齐嚟睇你哋。请代我问候所有带领你哋嘅人同埋众圣徒，从意大利嘅人亦都问候你哋。愿恩典同你哋众人同在。亲爱主耶稣基督，我哋要感谢赞美你，你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唔会改变嘅主。主耶稣，亲爱天父上帝，爱我哋嘅圣灵，我哋要感谢你，因为你话我永不撇下你，亦都唔离弃你。当你唔会离开我哋嘅时候，当你就系我哋嘅帮助嘅时候，我哋必不惧怕。人能够将我哋点样呢？那个恶者能够点样的控诉我哋呢？他们绝对不能够，因为天父上帝你就是我们的帮助， 你就是那个将我们从奴役之地带领来到应许之地那个。所以天父上帝，当我们心里面得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勇气有力量去面对前面的一切。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来到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尊重我们的婚姻，我们要在关系里面持守圣洁，我们要在我们拥有的一切里面知足，不要贪爱钱财。我们要将我们所得到的恩惠领受来到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分享，因为主你是供应给我们的，你都愿意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到开口用颂赞为祭献给你，因为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是天父你所喜悦的。主啊，愿意我们的灵魂时刻的警醒，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向上帝交账，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神啊，我们都要交账。所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行事为人，能够按住上帝你给我们圣洁的良心而做，以致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自信我们的良心无愧。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说话里面那种的提醒，那种的安慰，以致我们能够有力去面对生活一切的挑战。多谢主，多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箴言二十七章廿一至二十二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怜人。你虽用柱将渔网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窖中，他的渔网还是离不了他。亲爱主，我们再一次来到多谢你。箴言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都是在很多的试验的当中被熬炼，被
来到去造就，就算是人的称赞，也都是上帝你使用来试炼我们，主让我们叫我们自己看到我们是、要受人的称赞，定是在人的称赞里面我们继续的来到去成长，同埋肯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去建立的，也都是要除去那些上帝你不所喜悦的。主我们就愿意弟兄姊妹继续的成长，继续来到按着你的属灵的心意，我们来到结出属灵的果子，好叫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去称赞的是上帝你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改变的功夫，改变我们的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各种的属灵的恩赐、主我们都仰望你，我们愿意有更多的属灵的果子，愿人能够是更多经历到上帝你的作为。我们多谢主，求你就继续带领弟兄姊妹在我们不同的境况当中为主你去结果子作见证。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又复活的名求，阿门。11月16号灵修思考问题，希伯来书12章14至16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若你按住主的心意行事为人，主必不撇下你。相反，如果你仍然在苟合行淫、贪爱钱财，主必审判你。求主帮助你离开恶行而去行善，以致你一无所怕。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每日进行灵修读你的话语已经不觉有19个月，今天亦完成了新约的希伯来书。回想起这19个月的日子，我们每日最得着、心里面最安宁、最有盼望的时段，就是这半个小时的时间。Amen。 每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就应该遵从你的旨意，在每日剩余的时间去行你的道，为主你作见证，去荣耀你。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试炼，感到灰心失意的时候，有所跌倒，信心不足，有所疑虑，忘记了你已经用了你的宝血为我们作赎罪祭，忘记了我们本应就一无挂虑，都请你原谅我们的软弱，不要撇低我们，请圣灵都坚守我们的心，可以专心仰望你，不用被世上一切烦扰的事所捆绑。今天的读经祈祷会即将结束，求主你都保守我们即将开始的生活工作，我们当中有病痛的肢体，求你都眷顾保守医治。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